我来公交站点，这个是公交的终点站，来接我小弟和小博哥，他俩今天都休息，接他俩回来干活。来了一趟公交车，不知道这趟车有没有他俩。下车看看，我感觉应该是有他俩，有他俩，这个就是他俩，走在前面这俩。看我们这边的公交车就通到这个大桥这个位置，剩下往里头拐就是我们这个小农村沟了。看道边停的车没，都是出租的，回家还是挺方便的，花8块钱就可以到我家门口。不让了。我下来的时候，这有一个小大集，不大点的集市要收了，正好我妈要买点手纸，靠边停吧。这咋卖的？20。20，正好20。这个呢？那也是，拿个这个吧，20块钱。那是老好的。嗯，好嘞。这买了一提手指正黄拿20块钱，这取完了，我这下来也没揣现金呢。他们这也不能用微信，用不了微信。我就说，要不然回来一回来就白巴的，就我一回来就白巴的。那谁回家不花点钱，花白巴不正常？你不你说的吗？老心疼啥钱呢？挣钱不就是花的吗？对不？挣钱不就是花的吗？老心疼啥？这我可没心疼。你没心疼，你老说一回来也白巴的，买炸鸡腿了。我说这味儿这么香呢，我说怎么花白巴的，买炸鸡腿了，还买的炖鸡腿，还买炸鸡腿。今天跟鸡腿干啥？今天就吃鸡腿呗。到我家新买的小房了，在这就看见这个牛圈了。到小院站一脚，我爸搁这唠嗑，给人唠上了。我下这一趟车接好几个人，你看，接了3个人回来，还买了点菜。你家我妈饭应该做好了。这又整好几个菜呀，这一瞅全是肉啊。这大脑门好像有点要发芽了，遇到水就长了。炖的白的土豆，又买俩鸡腿，炸鸡腿，还烀的猪肉。吃饭吧。我吃卷饼，我这一个卷饼就够了。来，你吃吧。早晨我妈擀的面条，卧的鹅蛋。谁家呀？他家那羊羔啊？那没找兽医看一看呢？找兽医，找不着也打上了。说死就死一个。那有啥症状啊？啥症状也没有。就两个就死。拉肚子吗？掉毛，那什么传染病吧？他不找兽医看一看，那都死好几个了，还不找兽医看看？那小羊羔还、哎、白瞎了。羊今年子不得你们差不多，有毛病赶紧治。咱家以前养羊也没遇到羊羔有啥病哈，一般就是奶可能不够吃呢嘛。什么呀？小萝卜缨啊，你爸爱吃，就这样一点袋儿的。萝卜缨儿。这一般的还真。一般家也没有呗。咱收拾吃饭。这磨的口罩像猪来的似的，天天有时候好睡觉都那么戴着，你不勒耳朵吗？对，睡觉的口罩就那么的。你这疫情防护做的太到位了。我吃完了，等他们吃完一起去小院干活。